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好，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所以世间呢、要有大成就，要把事业做好，必然都要节省光阴，才能够用这一些省下的光阴提升道德学问，把事情办成功。在宋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司马光，他成就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资治通鉴》，他花了17年的时间呢，才把它写出来。而司马光呢，他睡觉都用木头做的圆枕，用木头削成枕头，然后每当他稍微呢身体一动就会头就会滑下来，一滑下来呢，他就因为已经有休息了，就马上又继续用功，继续编写这本书。所以他对于时间是一点一滴都很珍惜。那杨淑芬老师刚好有一天做梦，梦到走到地窖底下去，底下是一片漆黑，那一进去房子内看到所有的书柜里面都是古书，四书五经，而且经本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灰尘。诸位同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拿起这个毯，这个鸡毛毯把它赶快抖干净。抖干净以后呢，更重要的要怎么样？把它翻开来，然后用身体力行去做每一条。读也不一定有用，一定要力行。所以杨老师想做了这个梦以后他也感受到，假如中国文化断掉了，可能30-50年以后人连看文言文的能力都没有。那圣贤学问断了，佛法也会怎么样？也会断掉。所以因为有这个因缘，杨老师带着我在前年9月到了海口。后来在这一年多来他在北京工作，杨老师都说他是早睡早起。什么叫早睡早起呢？意思就是早上2-3点睡，早上6-7点起来，这个叫早睡早起。确确实实一天都睡差不多4个小时。我们有好几次出外去忙碌，那刚好刚回来已经好几天了，老师不在大方广，结果一回来刚下飞机连休息都没有休息，马上把这几天积累的工作就开始处理了，往往又处理到2-3点才去睡觉。可是杨老师的气色怎么样？挺好，还那个脸还会泛红，泛红啊。那杨老师还有一次感冒了，那一天工作量也很大，结果做到凌晨5-6点才去休息。后来呢，隔天醒过来感冒好了，所以我们北京就说了，熬夜可以治感冒，不过这个要因人而异那后来呢，刚好今年去年杨老师有给刘大夫把脉，把完脉之后说杨老师身体很好，接着说呢，因为杨老师吸收日月精华，吸收天地正气，
所以身体会好。所以诸位同修，孟夫子说啊，要养天地啊，浩然之气。但我们现在确实啊，念念为了正法久住啊，就是在养浩然之气，这样身体啊就会越来越好。好，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其实衣着啊会影响一个人内在的状况。今天我们穿得很正式啊，自然举止啊就很恭敬。那假如我们穿这样的衣服啊去爬山，适不适合？所以衣着啊要有适当的地点，因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情绪还有心理状态。当然爬山的时候要穿得轻松愉快。在美国有一个销售专家，他专门卖车子的，叫做乔吉拉德。做销售业的应该都有听过乔吉拉德的名字。他有一天早上啊，在躺在床上啊睡觉，突然啊他就跳起来，然后呢穿西装打领带，打扮得整整齐齐啊，就去把电话拿起来，开始啊因为跟他客户约好了，就打电话给客户。那在讲话的时候，虽然客户没有看到他，他在电话那一头的是好，非常啊恭敬。结果谈完事情以后啊，他把电话放下，开始啊把西装脱掉，领带脱掉，马上啊又跳回床上啊睡觉去了。结果他太太看了啊，眼睛瞪很大，他说你是不是发疯了？哦，怎么？哦，为了打一通电话，全副武装啊，穿西装打领带。就乔吉拉德就跟他太太说啊，他说当我穿得这么正式的时候啊，我的内心啊对客户是非常的尊重，所以他一定可以啊在电话那一头感受到啊我对他的这一份恭敬心，所以也会影响啊客户跟我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确实啊，人的衣着啊会影响我们内在的态度。那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去找工作啊，换了很多间啊都没有能够啊录取。后来有一个大学生啊来找杨老师，就问到啊如何去应征，都发现啊他们穿着啊比较随便，可能穿着一个 T 恤啊就去应征了，这样会不会应征上啊？那不可能。好，自重啊而后人重，所以杨老师就告诉他，你一定要穿着得体，那再去试看看。后来果然啊，当他呢非常重视他的仪容的时候，整个形象就不同。后来啊也顺利啊找到工作。所以我们从小啊要让孩子对于衣着都要懂得穿得得体，穿得恭敬。好，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衬家。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啊，他就买了很多的杯子。那刚好那一天上课啊，他就特别呢把课上的比较长。那学生啊都很口渴，所以那时候他就把杯子啊各式各样的杯子都拿出来，然后呢就说诸位同学啊，我们拿着杯子啊去喝水。结果当学生啊走到前面来呢，都在那里挑杯子啊挑半天，挑了呢连喝水的时间啊都忘记了。所以一开始啊这些学生需要的是什么？是喝水啊。但是呢因为有这么样漂亮的
杯子啊，到最后在忙什么？在忙选杯子啊，把当初的目的怎么样？忘记了，时间就耗在选杯子了。相同的啊，我们穿衣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暖啊，是遮体啊，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恭敬啊。可是往往呢，人都会超过啊这个物质本身的需要，而去追求啊名牌，追求虚荣，那就相当辛苦。还曾经听过啊几个女士啊很有钱呢、啊，一边聊啊聊到了啊这个法国啊有哪一些名牌衣服，一起欣赏这个服装秀啊。看上了哪一件衣服呢？隔天坐着飞机啊去买那一件衣服。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你想他有再大的财富也会怎么样？一定败掉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去买，要这样去花钱？根源在哪？内心啊相当空虚啊。而且人对于美啊体会不深。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啊？所以这个社会教育啊现在也一直在误导我们的下一代。什么叫美？可能身材姣好叫美，这个都是啊比较偏颇的。而当社会偏颇啊，下一代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追逐。所以你看现在整容的这么多，塑身的、啊、这么多，其实那个整容漂不漂亮啊，看起来就很不自然，看得都很不舒服。那很多啊为了身材比较纤细啊，把身体都啊搞坏了。而其实当人是追求这种美啊，他内心很空虚啊，时时都想着啊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他自不自在啊。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件衣服，穿到办公室去啊，还要告诉别人，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假如遇到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有吗？哇，他会气死，花了那么多钱居然没有发现啊。所以时时都活在虚荣，活在别人眼光啊，那真是苦不堪言。所以确确实实啊，女人的美啊是美在内在。我们说啊，越看越投缘，就是长得啊很有人缘，这个可以看得长长久久。而那一种美啊是从内在的德行啊散发出来，而往往啊第一眼让你觉得看起来哇很漂亮，第二眼啊越看怎么样越没有那么好看，而且当他一出口的时候啊可能马上会让人家跌倒。那这种美啊不出一个月啊就没用了。所以呢我们要引导孩子啊对于美啊有正确的眼光，正确的看法。那当我们对物质啊太过追求啊，将会啊造成家庭甚至于国家的衰败。有一个高中生，他有一个初中生啊参加高中联考，考上以后啊他就跟他父亲讲，他说爸爸你要帮我啊买几件名牌的衣服。他父母啊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帮你买名牌衣服？他儿子接着说，因为我考上高中了，帮你们省了几万块赞助费啊，所以你们应该啊帮我买几件名牌的衣服。跟他父母啊
讲条件的，因为在中国啊，假如没有考上啊，还可以花一大笔钱呢进这个学校，所以你看孩子被这些物质虚荣啊搞得已经根本不知道读书是谁的事啊，是自己的事啊，还拿着物质享受啊来跟父母谈条件。在商纣王的时代，纣王啊送给妲己啊一个那个象牙的筷子，象牙做的筷子，旁边有一个贤臣啊叫箕子，他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心里就想商朝要灭亡了。好，诸位同修啊，为什么看到一只筷子啊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要灭亡啊？我们细细来想一想，当他拿着一只啊象牙做的筷子，可能啊他用的杯子啊就是犀牛角做的杯子。好，那他配的是什么碗盘呢？可能是金子银子做的碗盘。那金子银子做的碗盘有没有可能啊盛的是青菜豆腐啊？好，会盛什么食物啊？山珍海味。他会不会坐着吃山珍海味，然后穿着一个 T 恤在那里吃饭？他会穿什么？绫罗绸缎呢？那他穿着绫罗绸缎会不会住小木屋啊？会住什么？都是华丽的皇宫啊。好，所以当他物质这么奢侈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钱啊。那钱跟谁要？跟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掠夺过来。所以他要老百姓的钱，老百姓要他的什么？要他的命啊。所以就企鹅啊把他推翻掉。所以一个国家奢侈必亡，相同啊一个家庭奢侈啊一定会穷困潦倒。所以奢靡之风啊绝不可长，这一点呢、啊、诸位同修一定要谨慎。一个李老师啊，他刚好那一天上完书法课，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啊没有办法来接这个孩子，就打电话给李老师说，今天晚上啊可不可以请你啊带我儿子啊去吃个饭。李老师说没问题。那时候坐在餐桌上，他的孩子啊马上非常纯熟，举了一个手势说，把服务员叫过来，来给我两杯可乐，然后把菜单拿过来。当菜单拿过来，这个孩子呢非常有架势啊，马上说，来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都点得非常熟练了、啊、才六七岁。好，结果、啊、李老师在旁边看傻眼了。后来啊点完以后呢，他把他的这个菜单啊拿过来一看，点的都是相当贵的这个菜单。所以这个李老师啊就突然想到，他这一些动作啊跟谁学的？他父亲啊是当官的，可能常常都带他去这个酒店啊吃饭，孩子这种熏习之下都变得很像很阔绰很奢侈。所以我们还是啊要勤俭持家，这个才是正确。而穿衣服啊不只对自己对家庭有影响，穿衣服也会影响社会风气。所以当影响社会风气的时候，这个罪业啊就造很大。历代啊很多因为穿着
而妨害风俗的人啊，都很早啊命就丧掉了，因为他影响的面啊太大。那古代如此啊，近代呢，现代呢，亦如此。所以诸位同修，假如留心那一些衣着啊，都是非常的特立独行，都会误导青少年的这一些演艺人员啊，他们的寿命啊，很可能啊，都会很短暂。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只要您留心啊，在现代啊，你也可以找到因果的真相。那当然，假如啊，我们生的是女儿啊，穿衣服一定要端庄。假如妈妈穿得太暴露了，可能孩子就在学习。当女孩子穿得比较暴露啊，很可能就会引来啊别人对她的轻慢、轻率，甚至于啊还会造成危险，都说不定。好，上循分，下衬家，所以我们穿着啊，循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下衬家，也依循啊自己的经济状况来买衣服。那我到台中联社去参观李炳南老师的纪念馆，看到李老师他所穿的这些外套啊，都非常的整洁，看起来都还很新，但是实际上啊，都已经穿了几十年了。所以其实当我们真正爱护衣服的时候啊，它都能用得很长久。所以在春秋时代啊，这个晏婴穿了一件衣服啊，穿了30多年，而由于他是宰相啊，所以他这种节俭的风气啊，也影响了整个朝廷。那李老师啊，穿了几十年的衣服啊，都还是看起来很整洁。而李老师的整个内衣啊，还有袜子，都是啊补了再补。所以李老师给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接见任何人的时候，还是要让人家感觉啊，衣着非常的简朴、干净，但是在啊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啊，能省啊则省。而且以李老师的心境啊，他那省的一分一毫啊，都是为谁省呢？为众生而省。好，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这里也强调啊，对于食物应该均衡，不要挑食。当然在吃饭当中啊，也是适当吃个7-8分饱就好，不要吃得太胀。所以爱人者人恒爱之，那爱物者物恒爱之。你对衣服很爱惜，就可以用很久。你对你的肠胃很爱戴，它也会怎么样？它也会啊回馈你，可以用到80年、90年，甚至100年。那面对食物啊，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吃，才能吃出健康。俗话说的，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那诸位同修，现在人的身体好不好？文明病啊，真是千奇百怪。现在癌症啊，哪里都可以长，有没有？所以这个啊，结果已经呈现出来了，代表啊，种下来的因啊，吃下去的东西啊，
产生错误了。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人吃饭啊，吃食物是不是营养不良？是不是？您有没有听过隔壁有人饿死了？没听过吧？大半都是啊，营养过剩了。可是很奇怪哦，我们人都后知后觉，现在人吃食物都怕什么？营养不够。明明都已经营养过剩了，还停留在营养不够。我们看到下一代的孩子啊，有时候遇到暑假的时候，还会召开啊减肥活动，看到那些孩子在那里跳跳半天，我在想说啊，他们会这么老实去跳哈，一定跟妈妈有谈好条件。假如我去呢跳五天以后呢，礼拜六还可以带我去吃麦当劳。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减不减得下来？假如他跳完以后呢，胃口又大开，继续吃，越减啊，可能就越胖了。所以饮食的习惯呢，要从小让他正确，不然确确实实啊，自己的负担会很大，也让孩子啊很辛苦。因为我教了一个学生啊，他六年级啊，109公斤，换作中国是218斤。他在走路的时候啊，他还没喘呢、啊，我在旁边看都快喘了，哇，那真是辛苦。有一阵子啊，他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啊，就举手，老师，我要上厕所。后来我看他满脸忧愁啊，就过去呢给他了解一下，结果母亲给他吃减肥药啊，吃下去啊很多油啊就排到裤子上去了，他说就赶快去上厕所。所以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啊，心里也很难受，也很挣扎，但是是不是一生出来就这么胖啊？所以很多的这种肥胖啊，倒不见得是基因遗传，很可能是饮食习惯的遗传。所以我们了解到啊，现在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营养过剩啊。所以在摄取食物当中啊，就应该注意拿捏分寸。所以现在很多人啊，蛋白质吃太多，鸡鸭鱼肉，其实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一天只要40克啊到60克就够了，所以人几乎都超过这个标准好多倍。那蛋白质摄取太多啊，就会造成体质酸化。所谓酸性体质是慢性病的根源，所以老人家遇到打招呼啊，都会互相说吃较歹啊，吃差一点啊，吃差一点才不会得病啊。那当人啊体质酸化以后，就会一连啊出现很多疾病，包含癌症疾病，因为酸性体质啊特别适合癌细胞扩展。其中又有一种病啊，对人的杀伤性啊极其直追，癌症，叫做骨质疏松症。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测啊骨质状况，有一些年轻人去测啊，上面会写着你已经是70岁的年龄，那个骨头都松掉了。因为当人啊体质偏酸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化学工厂，它会啊试图要去让酸性啊减下来，达到一个中性的体质，不然你的内脏啊泡在酸性当中啊，很快就会啊衰竭掉。所以身体有一个自动的系统，用酸用碱啊来中和这个酸。那身体什么是碱性的？最大的碱性啊就是我们的骨头啊，所以骨头就开始渗出来了。
然后就空掉了。而当骨头剩太多在血液当中啊，比方说积累在你的肾，就变什么？肾结石啊。比方说在你的胆呢，就被胆结石、膀胱结石，都跟体质酸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这些营养专家都会劝人啊，少吃肉，多吃啊蔬菜水果。很多人的观念又受不了，这不吃肉怎么行？所以其实现在在推展啊素食运动，欧美比东方人还要积极，因为他们吃肉长期吃下来已经警觉到啊对身体很不好，现在都鼓励吃素，而且他们吃素很贵啊，都很高级，很讲究。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人是适合吃素还是吃肉啊？我们要道法自然，从牙齿来看，吃肉的动物都长什么样子？牙齿都怎么样？要露出来，所以诸位都没有露出来，因为那个很长的牙齿是拿来把肉啊撕掉的，所以我们呢，从牙齿看呢，不是吃肉的。再来从肠子看，这个肠子假如是跟脊椎啊1:3，那是肉食食物，像老虎、狮子，它的脊椎是一啊，它的肠子是3倍。那人类啊的肠子是脊椎骨的7倍，1:7，跟牛啊、跟羊啊比例相近。其实这个有道理哦，因为吃肉啊特别容易腐败，所以这一些肉食动物啊肠子就特别短，太长的话这些食物会在肠子里面怎么样，腐烂掉了嘛。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生理结构，不只从牙齿，从肠子，还呀从人的手掌。我们看到肉食动物啊手都长什么样子？有爪子。好，诸位同修，假如今天呢我们走在澳洲的一个大自然当中，看到有桃子，有李子，又有葡萄，底下还有鸭鸡在那里跑来跑去，请问啊你是去扑过去抓那个鸡来吃，还是去摘这个水蜜桃来吃啊？啊，怎么样？对嘛，自然而然的反应，也就已经把答案啊告诉我们。好，那吃肉有哪一些坏处啊？我们要了解，因为啊，肉食里面啊含有相当多的毒素。无形的毒素啊，就是当动物被宰杀的时候，它会相当愤怒。一愤怒啊，它身体的一些腺体啊，就会分泌大量的毒素。所以这些毒素刚好给谁吃啊？就到人的嘴巴里面去了。那有形的毒素啊，还包含这一些牲畜啊，在饲养的过程都会大量啊喷洒杀虫剂，因为怕有瘟疫啊。除了喷洒杀虫剂啊，还要打抗生素、打荷尔蒙，而且他们生存的空间是什么？就一个小小的位置，然后像鸡啊，嘴巴还要怎么样？剪掉啊，怕他们互相啄来啄去，所以他一生呢就在那里度过啊。他的内心非常的欲足，所以那些肉啊，有形无形的毒素相当相当多。那我们看现在养一只鸡要多久？30-40天是吧？那养一只猪呢？哦，可能啊几个月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它能够长那么快？都是这些荷尔蒙啊，抗生素。我们以前看那个鸡块啊，剥起来的时候有一层油油的黄色的，那是什么？那是荷尔蒙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小女孩啊，生理期都来得特别早，都是长期吃这一些食物造成。而当女孩子的生理期来得越早，也代表她的生命啊会越短。所以我们明白以后啊，生有伤，贻亲忧。而且啊，假如我们为人父母身体搞坏了，将是家庭啊一个很大的负担。好，肉不能吃，鱼能不能吃啊？很多朋友说，那不吃到那吃鱼总可以吧？现在啊，海里面的污染啊相当严重，因为所有的垃圾啊都往那里排，最后啊都到了海洋最大的垃圾场。而科学家已经调查出来，连南北极啊的海洋都有重金属污染。好，所以肉啊再吃的话，对身体有相当大的害处。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出来，吃肉的跟吃素的，他们体内啊所含有的农药比例啊是15:1啊。因为他们吃的肉当中啊，这一些动物啊也是吃这一些喷有农药的农产品。好，那不吃肉啊，不只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关，还对于啊整个大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因为当我们大量的吃牛肉、吃猪肉、吃这一些畜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谷物啊来饲养它们。那要种植谷物，就必须啊砍掉原始森林。所以当我们在砍掉原始森林的过程当中，所有这些地球上的生物啊它就无家可归了。所以吃肉啊还造成了地球上的万物啊不断的在灭绝当中。有一个数字啊显示到10000年前每一年啊，10000年前每100年呢、啊，有一种物种消失；1000年前，每10年有一种物种消失；100年前，每一年有一种物种消失；20年前。每一年呢、啊，有500种物种消失，速度快不快？你看，工业发达，人们大量吃肉啊，这原始森林都灭掉了。最后啊，5年前，每一年呢、啊，有10000种物种消失。现在啊。不知道是什么数字啊，有10000种物种啊都在一年之内啊灭绝掉。所以诸位同修啊，地球上假如有一种动物消失了，其他的动物啊会开 party 连开7天7夜都不休息，因为他们太高兴了。哪一种物种消失啊？哦，你们怎么知道？哎呀，可悲啊，我们的嘴巴毁掉了这么多的
生物啊。中国人啊，不能做这种事啊，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啊，不是这样教的。老祖宗教的是为天地至诚，唯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人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占天地之化育；能占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三矣啊！所以中庸的教诲啊，代表我们当人啊，要当出什么样的气魄啊？要当三才者，天地人啊！所以人是要能够演出天地的德行，应该是要啊化育万物，而不是啊摧毁万物啊！所以我们是违背老祖宗的教诲啊，所以日子啊越来越难过了。所以我们要爱护环境，首先啊就从我们的饮食开始，不要再啊残害这一个环境。当原始森林都砍掉以后啊，原始森林代表着地球的什么肺部啊。所以现在空气怎么样？就越来越糟。而当大量的牲畜啊，也会排放出大量的粪便。光美国啊，一年排放出来的这些牲畜粪便呢、啊，就有10亿吨。好，这些粪便到哪里去了？到土壤里面污染了、啊。流到河川里面的，好，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呢、啊，整个地球上的物种啊，都是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从啊饮食习惯来爱护环境，来做好环保。那联合国卫生组织啊，也有宣布有10种啊垃圾食物。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啊、把它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在佛法里面有讲啊，你要法布施啊，有3种方式，一种啊叫四转。第二种啊，叫劝转。你把道理告诉他，他能接受，这是四转。讲一次没有用啊，还要苦口婆心，讲好多年，终于把他劝动了，这个叫劝转。第三个啊，叫正转。必须怎么样？证明给他看，他才信。所以诸位同修，我是啊，垃圾食品的正转，我演给你们看，看得出来我10大垃圾食物吃很多。第一种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它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所以油炸类的东西少吃。其实人哦，自己都知道答案。我们吃这些油炸类的时候，你感觉舒不舒服啊？消化很辛苦，打嗝的时候啊，气味都不好。第二种呢，腌制类的食品，腌制类啊，吃太多的话会导致鼻咽癌，导致溃疡。第三种啊，香肠、肉制品。一般的肉能放多久？放几个小时就坏掉了。结果这些肉都可以放多久？放5年，放6年。
好，代表都放了哪一些东西啊？防腐剂嘛。所以现在啊，看木乃伊哈，不用到埃及去看了。很多人呢死了以后就不烂了，吃太多啊，这个防腐剂。好，这个香肠里面啊还含有致癌物，亚硝酸盐。所以这个东西啊，尽量不要吃。好，那我也非常欢喜啊，诸位同修都没吃了。好，第四种啊，饼干类的食品，因为啊，它里面夹太多的糖类的东西，那热量太高啊，对身体、对肝脏啊，都是一种负担。而你那一些热量会转成什么？转成脂肪存留在你的体内，到时候都会很肥胖。第五种啊，汽水、可乐食品。我记得呢，小时候去参加喜宴呢，第一道菜还没有上来，我已经吃饱了。为什么？喝汽水。往往菜还没有起来，我已经打嗝了。而且啊，这个小时候喝的汽水啊，气都还没有打完，现在还没排干净啊。所以危害甚大，不要再让这个遗憾啊，继续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啊发生。哦，这个对我的这个震撼太大了。我还记得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啊胃发炎，有一点溃疡，还是爷爷奶奶中午的时候啊端那个很烂的稀饭去给我吃。好，所以啊，身体是一个人啊相当重要的本钱。好，那诸位同修啊，也不要太担心我的身体。因为啊，站到讲台上有诸佛菩萨加持，虽然我走下去以后看起来蛮累的。好，不过啊，当我了解到这个健康的观念以后啊，我十多年来啊没有再喝过汽水。所以我们要啊懂得啊破釜沉舟，了解以后啊后补再造。第六种啊，方便面，就是一般讲的泡面，特别香啊。所以你看啊，对我们危害最多的东西啊都特别有诱惑力。所以我们的戒定慧啊，就在吃东西当中要练功夫。所以泡面里面呢，热量高，而且啊防腐剂也很多，这个也尽量不要吃。第七种啊，罐头类食品，这个防腐剂也加的很多。第八种，话梅蜜饯类，不是有很多节目把那个做话梅蜜饯的工厂情况都播出来吗？很多人看了哈，都觉得很恐怖，但是吃哈，还是照吃。很多那个做话梅蜜饯啊，都直接用脚怎么样，踩一踩。我们看一下，你把那个话梅放在那里，蚂蚁吃不吃啊？它为什么不吃？因为它吃了就死掉了，那太毒了。我们身体比较大，吃下去没有马上死啊。所以连那个这么小的动物都不敢吃了，代表那个多毒。好，好，第九个啊，冷冻食品类，吃冰棒，吃冰棍。现在啊，妇女病很多啊，跟吃冰棒有关系。我们看一下，今天你汽车的引擎，它在高温之下运转，你拿一盆冷水啊，把它倒下去会怎么样？你常常这么干啊，本来可以用十年的引擎啊，到最后可以用几年？半年。哦，您对汽车很有研究。身体也是一个机器啊，
你们有没有听到哈？每一次那个冰棒吃下去，身体这样，冰棒是零度啊，身体是37度啊，你那个身体一点一滴啊，都在消耗。所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忌讳吃冷的东西？那是智慧啊，那对身体太损伤了。尤其女性啊，每一个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是要排毒。在排毒过程啊，假如你吃冰棒，一吃下去啊，热胀冷缩，所以子宫收缩啊，就该排的啊，没排走，剩下的啊，下一个月再来。而这一些毒啊，就在你的体内怎么样循环，所以生理病一大堆，卵巢肌瘤、子宫肌瘤、卵巢水瘤，很多这个病啊都应运而生。好，诸位同修要下定决心后补。好，第十种啊，烧烤类的食品。这里有一个数字啊，一只烤鸡腿啊，相当于60支香烟的毒素。60支啊，而且这个烤鸡腿当中啊，有一个最大的致癌物，排名第一位。所以烧烤类的东西啊，不能吃啊。结果我们看看现在的人遇到什么中秋佳节都在干嘛？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因啊，就知道往后的果。所以为什么百业萧条啊？就是一个行业呢一直赚钱。要先进医院才会死啦。医院的生意特别好。因为生病的人啊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修行啊还要靠这个肉身，要借假修真，一定要把这个肉身用好，吃得越简单啊，身体越轻松愉快。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我们之前也提到啊，这个酒啊会乱性，所以从小啊不要让孩子饮酒，而且饮酒啊造成自己的危险，也造成他人的危险。当然啊，我们这个戒啊也有开戒，假如是要中药里面啊药用的话啊，这个就没有太大关系。那如果你要住在啊寒冷的地方，也可以啊喝点小酒啊取暖。好，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不从容，预备起，不从容，立端正，依身缘，拜恭敬，勿见欲，勿博疑，勿积聚，勿摇臂。好，这一句经文呢、啊，最重要的呢，牵涉到一个人的威仪，一个人的行住坐卧。所以，老祖宗也教导我们，行住坐卧的标准要做到什么？立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这个都是啊，道法自然，最健康的。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立如松，好，站的时候啊，就要像松树一样啊，顶天立地。
我们能够顶天立地啊，要觉得很骄傲，因为天地之中啊，只有一种动物可以顶天立地，哪一种？哎，有一个小朋友说长颈鹿。还有一个小朋友说企鹅。企鹅那个起来一下没多久又趴下去了。这不算，像我们人类可以时时啊顶天立地，吸取天地的正气。所以我们男士啊站的时候呢要抬头挺胸，然后站啊双脚与肩同宽，然后手啊很自然的放下来。好，诸位看我这样的气势好不好？好，我们可以这个观想这个那个远方啊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那你就吸收天地的精华。当你这样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人家也会啊觉得对你的形象啊感觉很好。假如你站的时候都站这样，今天我跟你谈一下生意，人家对你都没有信心。所以一个人的形象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对不起。好，那女士要怎么站？今天呢我就示范一下，大家不要见怪。反正啊我们累劫以来男生女生都做过了。好，女士站的时候啊可以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这样看得到吗？好，然后呢手啊右手放在左手上面，然后呢可以放在这里。不找我阿弥陀，你看这样看起来多端庄。诸位同修，你觉得我嫁得出去吗？好，另外啊还可以嘞，双脚并拢站就可以了。好，您假如穿啊穿裤装的话手抬高一点，穿裙装啊可以放低一点。好，这个是啊站的姿势。好，看清楚没有？那这个是立如松啊，站呢要站的呢有模有样。再来下一节课再说。好，谢谢。